是怎么起来了？站起来，走走啊！那么愁眉不展的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们发现了一些证据，这些证据全部都直接表明，当日在骊山之上刺杀主上和四文宰相的背后主使正是西夷。西夷，杀害爹爹的凶手，找到了。 请皇后放心，朕一定替你做主。臣以为这其中定是有蹊跷，所有的证据都是一夜间浮出水面的，其中必是有诈。朕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既然证据确凿，就拿下西隐，是该铲除他了。 或许是我们的计策奏效了，其实有人早就掌握了罪证，出于某种目的，一直瞒下不报。如今翻出来，是不想让西隐摄政，就怕此人另有目的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你记住，必须谋定而后动。臣明白了，西隐手握重兵，我们确实不宜冒险。 可先将其拿下，再宣其罪名。朕准了。韩大人，千万不要上了我二姐和琉璃手。是。<笑> 之后，你就是真正的摄政王了，恭喜大王！皇后终于想明白了，这摄政岂是一个女流之辈能做的？她真的把自己当成淑女太后了！<笑>走开！ 我的好姑娘，你来的正合适，陪我喝一个。都滚出去！对对对对对，都滚出去，都滚出去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，全都滚这仨懒，给我滚出去！这燕燕。 一直跟我争夺摄政王的这个位置，爱自不量力了。少说燕燕的坏话。好，今天开心，不说她坏话。我今天特别开心。来，我的好姑娘，你就喝一杯嘛。不喝。夕颜，燕燕已经把摄政权交给你了。 你不要太得意忘形。你，我的好姑娘，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摄政权意味着什么。 上酒了，我的
的好姑娘，你又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对我好。韩德让，你们是来宣旨的吧？查封王府。什么？查封王府？你们大胆，竟敢查封本王！主上有旨，将赵王禁足府中，无旨不得出入。禁足府内，你们竟然敢禁足本王！松开！你们大胆，放肆！你们竟敢对本王无礼！你们这些混蛋，放开本王！禁足本王，明义